莫拉伊道德为名的战争，是我们濒临灭绝。我们云雀号的船员逃往星际，寻求不可思议的能量来源，我们拯救家人的最后希望。而我们发现超乎想象，我们发现了克兰多。克兰多一直发源地摇篮。奥兹楼上尉，云雀已经确认了强烈能量信号的来源，终于开始降落的准备。我们必须利用这股能量。上尉，能量信号正在移动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情景。全体人员立即撤离船舰。Sparrow Knights. 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这一眼时空团的庄子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游戏是螺旋骑士团。那台服的部分代理商在2015年的夏季停止营运这款游戏了。这是我极少数封顶的游戏，那我们就稍微的在 Steam 的这是什么服啊，总之就是台服之外的服啦，那我们就稍微来回味一下吧，又是这个创造画面了，我们来创造个角色吧。呼叫，请求回应，中泽，你在吗？这里是侦察骑士伦登。你刚刚大力的撞击克兰多的地表，我的逃生舱坠毁的位置就在你的北方，我们应该会合并找到最近的集合点，小心并准备好你的剑，到处都是有敌意的生物。收到，伦登，我正在汇合的路上。中泽，见到你我有多么的高兴，这个地方是如此陌生，真开心能看到熟悉的面孔，而不是另一个带着敌意的生物。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安好，伦登，在那里可以找到其他幸存者。我已经建立了与骑士的通讯器，就在前面的救援营地，如果你向北走，应该就可以抵达营地。我打算现在留在这里，并找到了坠毁在这个区域的其他骑士，我会在日落之前与你在救援营地会合。你应该会遇到某些非常危险的情形，请按滑鼠左键来使用你的盾牌。接下来我先去前方侦查，注意安全，伦登。干得漂亮。哎，居然是他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怎么还有？哎，波及到我。
背啦，他的弱点就是背，从背后刚他。忘记要怎么跳跃。来到新手镇，哦，讨厌欸，话很多。哦，感谢你！居然要我去打第一关了。抱歉，我们找不到您可以加入的队伍。您是要开始自己的队伍吗？好哦。在外面升级过，怎么都没有礼物，讨厌，没有道具。没装备，没有人啊，是可以一个人打吗？欸，可以哦。哦，你就一个人吧，好边缘哦，太可怜了吧。幸好至少还能一个人还能打，边缘人可以玩。可是我记得好像是所有关卡都可以一个人吗？中途是不是？我记得有设定是可以中途让别人进来加入队伍。这个，欸，不能叫醒。有点忘记操作了。那现在玩起来也是有点卡，记得 Z 是蓄力跟攻击，然后 S 是防护罩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好像也是，好像是后来才有的东西。一开始玩好像没有看过的这个。应该是后来加的。嗯，这个有。这么多啊，好烦哦。超烦。太多了吧。记得还有什么。可以，那个什么，快速滑动的那个，忘记怎么按了，是快速跳开。欸，对，刚才新手教学怎么也没拿起钥匙去开门。X 哦，所以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啊。
OK。嗯，他们不会瞄我哎、欸，真的不是很习惯用这个游戏的枪。哦，那可以用射的，也可以用瓶子丢。刚以为哎是怪物、哦，刚想说我刚以为有怪物跑出来，啊，结果是真的有。那个小小颗的东西很讨厌。超边的，这是 boss 关，小 boss。嗯，右边那只还没感应到，哎、欸，有感应。我先打完之后再去打那个好了。哎、欸，吓到！正面痛痛痛痛痛，还有吗？没有，不客气。哎、欸，这一定要用远距离的攻击，或是丢旁边那个罐子，不然那个也会伤到自己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吓到！感觉很像那个什么……哎呦，错！哎、欸，大爆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那个。后面有人哎、欸，后面有老鼠的那个吗？那关，等一下，这关真的是一个人能打的吗？不能打过的话，啊，这关是什么？不会吧？该不会是有电池的那个？等一下，我先把旁边那个清掉了。啊，是老鼠那个没错，臭老鼠。哦，在这样提前蓄力有用吗？我们在这里有什么？从天上来的更多的小生物在这里来占据我的权利，打扰我的研究，没有人能破坏这个伟大的工作。我将见证你永远无法活住离开这个房间。这关其实我不是很熟，它的攻略真的是一个人能打的哦，很恐怖哎！怪会一直生吗？但这么深攻击，嗯，不很明白。哎呀，哦，好像三四波蓄力就可以打爆它。嗯、痛痛个，哦，所以它这样就爆了。真的，它爆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？我要打他吗？嗯，他被电。讨厌死下你这个小淘气，你竟敢碰那个神器，好料我会回来的。呵呵，不要回来啦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还有背着这个东西可以带走吗？那只是一个任务拿到就没。好，完成关卡。
总共是有几关，那我已经忘记了。十关了，这个系列就看大家有没有兴趣，它后面的剧情或是攻略给看吧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螺旋骑士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。那大家有没有兴趣再继续看这个系列，可以点旁边资讯卡，我会做个投票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并祝您有美好的一天。我是中泽，我们下回见。